记得当时谁路过，秒针忽然停顿过，气温湿度层骤变太多，记忆不停重叠过，你的表情提示过，爱的可能是我。想法太乱，幻觉太多，疑虑很大，直到说不清楚。心算太慢，但仍然算错，找对如人偏错过，直到开始找不到我，直到终于不想找我，直到你擦身过，再应得我，彼此也再折磨，像当初。鬼子酒楼好似好富贵喎、啊！哎，有乜几好？你老公我今日升咗职啊嘛！记得大蛇啊，都话我威利骨。阿爹，乜嘢叫威利骨啊？威利骨咧系洋文，意思咧就系话好好。Very good, very good, boss. It is a masterpiece. Of course, Vincent is great. Yes. 啊，系啊，阿爹咧今日咧就点咗个叫做 soft 咧，喺呢度咧最耍家嘅嘢嚟噶。小姨，点解会空溜溜啊？啊，厨房偷工减料啊？啲鲍鱼去晒边度啊？先生，疏乎你系咁噶，你哋大乡里啫。咩大乡里？我大包银两啊 ！Hey, keep the voice down。down， 嘢都未食埋咩down啫？我系话叫你细声啲啊，先生。识讲堂话就咪鬼害人扮洋鬼子啊！你唔识洋文，又唔识食洋餐，唔怪得知你出洋相啦。我要送份礼物俾你哋。Gentlemen, please sit closer together. 有声啊！有乜牛腩啊？咪又系嗰煲咯，一餐蚊埋机餐食啊，悭啲啊嘛！恭喜晒，恭喜晒！你选为本公司第10001位嘅特选客户，你可以特享本公司嘅超特惠套餐。乜嘢超特惠啫？30个 megabytes， 恭
專線無限上網，5蚊都唔使，打算2樽豆腐咁嘅價錢，仲送咗6個月免費電話，你咪超值？呢啲嘢我唔係好識嘅啫，等我啲仔女翻嚟先。但只要你肯申請埋我哋本公司嘅信用卡嘅話咧，你就可以得到我哋免費47寸高清大電視，扮低檔麻雀台咁大都得啊！成張麻雀台咁大嘅電視機，只要你喺呢一度簽一個名，所有嘅 Jackson 就可以簽得翻。话咗约唔可以乱咁签噶，老公啊，真系好抵噶，2樽豆腐咁嘅价钱咧，有咩宽频啊，又有电话，仲有只麻雀台咁大嘅电视机，47寸。而家唔系事必要你讲，不过如果你所讲嘅大话，将来可能成为呈堂证供，冇电视机送，系咪你自己贴先？系有电视机送，不过要抽奖。咁即系再虚假陈述啦。头先我讲嘅说话咧，独立嚟睇句都系真嘅，不过次序同组合咧可以执翻顺啲。要翻兜即系比较好工，老点警务人员。最佳等啊！明优啊，郭希啊，我真系咁攞爆啦！又话我啲 sales 嘢讲啲唔讲啲，你咪一啖啖。咩郭希啊？我哋世世代代都系当差，人谷都系王希啊！你老友啊，喂，新鲜出嚟嘅蛋挞同菠萝油啊，整件事啊！梗系要啦。喂，厨房先啦。即系一个王希，定个伙计喺度。茶餐厅伙计，啊！我成日我脚都软啊！喂，非常孖子，新朋友，喂，唔好意思。而家咪高度可以靠 kick dead 嘅咩？少年警讯啊！你讲咩啊？我哋系名副其实嘅警察世家，由开放初期，我太太太爷已经系当差，代代都系揸枪揾食。就算我两个仔唔系啊，仲有个系嘅，睇下啦。小朋友，知唔知头先咁样过马路系好危险噶？嗱，小朋友，无论行人或者司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记唔记得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安。冇错啦，就系咁啦，以后要记住啦，知唔知啊？记得。今日真系麻烦晒你哋啦，因为塞车搞到迟到添，仲阻住你哋收工。唔紧要，最紧要小朋友玩得开心，而且又学到嘢。是不是啊？是 Miss Mo， 你哋下巴到咗啦。各位小朋友，我哋要走啦，同 Madam say goodbye 啦。Goodbye, Madam。拜拜。拜拜。再嚟玩过啊。拜拜。今日辛苦晒，可以收工啦。Yes, Madam。6691。Madam， 我谂住执埋啲嘢先啊嘛，听日可以准时开始啊嘛，冇问题噶，我一个人执得噶啦，你哋走先啦。咁大家帮帮手执埋啲嘢先走啦。唔该，师姐。飞 Sir， 卡子，我翻嚟啦，翻嚟啦。咁晚先翻。梗係又咩鑊又俾阿咩氹加你加嘛？我蝕咗少少啫，係嘛？你個妹工作投入，收咗工都唔願走啫。係啊，媽子我幫你開飯。工作投入係好啊，但係個膊頭唔識，賤嗰個幣咧。犀利妹啊，你唔好聽佢點啊，當差好神聖啊嘛。好彩你做唔成差人呀。做唔成差人唔代表我嘅能力有問題，係佢嗰個標準 set 得高咗1cm 咁多啫，好似大哥咁啊。喂，佢夠高啊？夠高啊？喂。但系加埋佢啲血压都系高咧，落嚟啊！踩好多樽凳，喂，仲踩？唔紧要，最紧要我哋有一个犀利妹当到差啊嘛。系啊，嗱，孖子飞 Sir， 我一定会做一个好犀利嘅警察嘅，我唔会丢屋企架噶。头顶天脚立地，为民请命，锄强扶弱，警恶惩奸，维护社会公义。喂，就嚟我哋食住饭嚟睇晚间新闻啊！你啊，打电话叫大佬过嚟食饭啦！系为民请命，黐黐，咁醒嘅，时间啱唔啱好？唔该，小姑娘，我上饭啦，系好，好，唔该，鸡蛋撞地球嗰个比赛咧，星期日系咯，你嘅鸡蛋保护罩整好未啊？哇！
飞常对波连吞五蛋，我哋今晚咧就一二三四五连食五只蛋。孖子，你振佢兴啊！饭啦，咁多口水。做饭啦，唔好意思啊，二叔，阿仔啱啱做完试验，啲蛋冇系嘥嘛。放心放心啊，过两日比赛之后咧，飞常唔使再入蛋噶啦。希仔啊，唔使投都得噃，比赛啫嘛，志在参与，输赢唔紧要噶。咁又唔系啊，如果可以赢到多啲课外活动咧，第时想转校都易啲噶。吓，希仔间学校已经系 band one 嚟噶咯，仲要转？佢呢间嘅话就话系 band one， 其实就系 band one 尾啊。如果有机会，梗系想转间出名啲嘅啦，老公吓。顺其自然啦，希仔仲咁细，唔好俾压力佢。系咯，希仔，姑姐信你一定得嘅。姑姐送个新 game 俾你啊！真嘅？姑姐你咁好人，讲个秘密你知？咩咩咩咩咩？嗰个保护罩我整好咗啦，试过仲好满意添。你呃我？呢个啊，正一九零七嚟噶。你好嘢啊！我同你讲啊，嗰日嘅比赛咧系少年警讯搞噶，我嗰日咧调咗去警民关系组，我一定会喺嗰度同你打气啊！好啦，好啦，好啦，去食饭啦。由於曹教授是主禮嘉賓，所以今日特別多記者。另外，親友我哋環頭嘅高級警司 Madam Cool 都會嚟坐陣，所以大家要醒目啲，唔好做錯，明唔明白 ？Yes, Madam。喂，嚟啦！听讲你同紧个二十几岁嘅研究生拍拖喎，系咪真噶？佢仲话咧，男人到几多岁都系孔雀开屏啊！你点睇啊？生物学嘅文文生物学教授，我系搞物理嘅。今年你冇问题啊 ？Stop。曹教授是今日比赛的评判，所有同比赛无关的问题，咁喺比赛完咗之后先发问。唔该晒。曹教授讲两句啊，唔好走先。曹教授讲多两句先走啊。曹教授，唔好走先，讲两句啊。曹教授，曹教授 ，Madam Cool 呢边啦。咁多位，呢几位就是最后入围的小朋友同埋佢哋嘅作品啦。有冇信心啊，小朋友？你手机啊，点啊？唔好喊咯，小妹妹，做咩事喊啊？将参赛成啊，礼手就唔见咗，都唔知跌咗去边。而家佢冇得参赛，咁咪喊咯。我唔想噶。比赛仲有十五分钟就开始啦，请各位家长陪同佢哋参赛嘅小朋友尽快到主礼台。死啦！咁大地方点揾啫？你放心，揾嘢咧系我哋警方嘅强项啊！嗱，我哋地毡式搜索一定揾到噶。OK， 唔该晒你。嗱，一人负责一区啊，咁啊包冇甩拖啦。阿双妹啊，点啊？揾唔到啊？冇啊，系啊，揾唔到喎。我都冇发现啊。唔好喊啦，啲白兔你嚟揾晒啦。剩翻呢區未揾，可唔可以揾埋佢咧？嗰度坐曬啲大 Sir 同大粒佬啊！乖啦，乖啦，唔好喊，唔好喊。飛常，細妹 ，Madam， 有個小朋友唔見咗參賽證喺度喊緊，麻煩咁多位可唔可以起身俾我揾下？六六九一八 ，Madam 啊，個小朋友而家喊得好慘啊，冇咗張證佢就唔可以參賽噶啦。唔該你哋啊，起身啦，我好快揾到噶咋。唔該，唔該。不要唔该晒，唔该晒，唔该 Madam。曹教授，麻烦你第一只脚啊！唔该晒，揾到啦，揾到啦！哎呀，唔该，你睇下系咪你噶？唔好意思啊 ，Madam。唔该晒。细佬妹，点啊？好嘢！合格，合格。今日比赛咧好激烈啊！最后有三位小朋友嘅鸡蛋咧都系冇裂到噶。
用得最重环保物料的小朋友就是我们今天的季军李志森小朋友，而亚军就是徐嘉熙小朋友。而今天的冠军就是周小欣小朋友的，恭喜晒。哇，好嘢喎，希仔，想边度领奖先？食肆早餐，我哋请。哇，多谢大佬，多谢大嫂。其实啊，嗰冠军应该多谢你就真啦。如果啊，唔系你帮我搵翻张参赛证，我就因为冠军咯。唔好意思啊，大嫂。算啦，都唔关你事嘅。我只不过等希仔唔抵啫，攞到第二名都算好啦。系啊，自己实至名归，赢完啦光彩，输得心服口服。系嘅系嘅，非常可担。希仔咁叻，下次一定攞第一嘅。其实我都觉得嗰个女仔叻啲。佢嗰个保护罩啊，全部都系用执翻嚟嘅废纸整噶。叻仔咁大方啊，果然系男人大丈夫。不愧系我哋徐家嘅乖孙。好啦，唔好咁啦，行啦。喂，大佬啊，你哋攞位先，我攞间嚟搵你哋啊。好，拜拜。PC 六六九一八，我哋高级警司 Madam Cool 遇见你，听朝九点准时去佢 office 报道。Madam，PC 六六九一八，徐小丽报道。你2002年加入警队，又行过 BIT。有做过总务课、牌照课、社区关系课，又做过特别职务队，你都做过好多部门喎。Yes, madam. PTS 毕业之后咧，又攞咗呢一个银鸡头，体能 excellent， 仲创过好多项女警嘅纪录，到而家都未有破到。又咁 fit， 又做过 CID， 冇理由申请七次重案组都唔收你噶。系啊 ，madam。话是话，其实我都唔系好明白啊。咁我就讲个真相你知啦。你做嘢系就系够用又够投入，但系你个 file 麻麻地咧。你以前啲上司全部都话你咧做嘢唔够人情世故，又感情用事，做嘢盲中中乱咁冲，好似嗰日我哋个活动咁啊！你又为咗搵个咁嘅参赛证，就叫晒所有嘉宾同我都企晒喺度，你眼望我眼咁。Sorry, madam， 嗰日我见到个小朋友好可怜，所以我冇谂咁多。我以后一定唔会再。你以后一定要继续咁做。我就系欣赏你呢一种咁嘅工作态度。见到你，我就谂起当年嘅我，心中有一团火，有 heart 有斗心，做嘢有前冇后，打死霸就。你知嘛？整个警队就系需要我哋呢一种大无畏、勇往直前嘅拼搏精神，你要带动士气，执行法纪，警恶惩奸，维护社会公义，除暴安良，服务市民。讲得好。我而家正式宣布，你申请调职重案组获得批准。Thank you, madam. Yes, madam. PC 六六九一八，徐小丽报道。喂，师姐，我装修嘅啫。唔好意思啊。唉。唔好见到人啊，揸住啲疑似手枪讲阿 Sir 先得噶。咁多位师兄早晨，我系 PC。PC 六六九一八徐小丽嘛，一早听过你个名啦。听讲你个花名叫犀利妹喎，系咪真系咁犀利啊？师兄你犀利系真啦，咁都知道。其实咧系屋企人改噶，我细细个咧样样运动都中意，又跑得快，咁佢哋觉得我犀利咯。其实咧笑我男仔头啊真。咁你喺学堂嘅纪录咧真系几犀利嘅。嗱呢个我哋柴头。阿 Sir 早晨。嗱，个个咧就叫做 PC， 喂，查实个沙展嚟嘅，帮我名啦，文柏柱，简写系柏柱 ，PC， you know？ Yes sir。个个几笨啊！查实我一啲都唔笨噶，只不过我嘅英文名咧叫做 Herbert。新 letter 啦，我仲有啊，窒你嗰个咧叫 Jim。阿笨与阿 Jim 啊！嗱嗱嗱嗱，我知道你一定咁讲噶啦，好笑咩吓 ？Sorry。Morning sir， morning sir。啱啱收到可靠消息，原来 Water 姐咧喺八乡一间货柜场，马上行动。Yes, yes sir。阿 Sir， 我系 PC 六六九一八徐小丽，有咩要帮手嘅，我可以帮到手噶。留喺度睇 file 我真系可以帮到手噶。咁你帮手留喺度睇 file 系啦。八乡环境复杂，多个人跟头跟尾好啲。系咯，阿 Sir， 我可以帮到大家噶。Okay, let's go。Yes sir。Yes, sir。 Water 仔，原名卢金水，行咗古惑好多年，之前有单严重伤人被通缉紧。一个月前在七行道超速驾驶冲 robot， 撞死一个伙计和撞死一个途人之后不顾而去。这里有齐今次行动的资料，除了疑犯的样子之外，还有货柜场附近的地形。入去只有一条路，我们会将车牌 A 点，你负责 A 点看车。Yes sir。东南西三边都是荒废的农地，只有北面有一小片的蕉林。如果 Water 仔要走的话，他一定选这里。
PC， 你同阿笨喺 B 点看住。Yes sir。我同阿詹喺 C 点直接去拉人。Yes sir。而家对标。10:05，我快啲。阿笨咩事啊？架车上斜浪沙板啊，刮咗好耐，条胎都攞攞地，我惊挨唔到啊！仲有几分钟先到，爆胎麻烦啦。唔紧要噶，我落车啊，我跑得快，我会追到你哋噶。自己执生啦。Yes sir。有冇嚟错地方啊？同 老Sir 讲嘅完全唔同嘅。张地图系旧年8月嘅，几个月变成咁啊？老 Sir 有乜打算？我哋改变计划 ，P C 你同阿笨一组，我同阿詹分头包抄，执生。警察，警察冇走，快走！胡金水。卢金水，你已经被捕啦！犀利妹，好嘢！北大学呢度有 case 咩？知唔知边个系曹一南教授啊？知，佢经常帮我哋警队做分析研究噶嘛。我上次喺少年警讯嘅 function 度见过佢噶啦。佢出咗事啊？佢好似同个女研究生有嘢噶。你都几八卦噶。Sorry sir， 我都只系睇杂志报纸先知嘅咋。曹教授冇嘢，系我哋有嘢想揾佢帮手啫。嗱 ，Water 姐飞车撞死人单 case 咧，其实同网上一个传闻有关。有人话当车速超过180公里/h以上，警方嘅镭射枪系侦测唔到，所以 Water 姐咧，佢同另一个堂口输到50万。我之前都睇过类似嘅 email， 但我哋嘅法证已经测试过，话咗唔系嘅咯。不过曹教授身份中立，佢讲嘅更加有公信力。佢个 report 咧，仲可以做埋 Water 姐单 case 嘅补充资料添。原来咁。今次系带你嚟，下次就自己嚟啦。嚟做咩啊？梗系问曹教授攞 report 啦，唔通问人私生活咩 ？Yes sir。你身手几好啊？不过当差咧，唔系话勇字行头啊得噶。其实带住一天文查案咧，就好似管理一间公司咁，系管理学嘅一种，一样要讲求资源分配、成本效益。如果事前嘅准备功夫做得好，或者 well planning 咧，做一日上嚟一定事半功倍。经过寻日嘅行动，我都觉得事前做好准备，有充足嘅资料，真系好紧要。任何计划都有偏差嘅，不过偏差唔同意外，因为所有可能发生嘅意外我都预计埋，好似寻日咁啊，俾你捉到 water 仔，都系我预计之内。呢啲咧就叫风险管理。但阿 Sir， 寻日你好似冇预我出动嘅喎。就是连原先冇预嘅都计算埋，唔系咩叫风险管理？咁我今次真系学到嘢啦。俾心机啊，以后大把嘢你学。系 ，No Sir。唔系 No Sir， 系 Lo Sir， 或者你可以答我 Yes Sir。我姓卢 ，L O， 所以 Lo。如果你话 No Sir 咧，我以为你唔认同我。No Sir， 我绝对同意噶。曹教授，个镭射枪测试全靠你。冇问题，我谂份报告喺我离职之前应该可以交到俾你哋。你辞咗职咩？系啊，我打算去北京做研究工作，大学方面都喺剑桥请咗副教授翻嚟代我职位。唔好意思，约咗人食晏，走先。原来记者讲啲嘢系真噶。Sorry sir， 我意思系话曹教授啲嘢 ，Lo Sir 你预计唔到啦啩？即系我意思话佢离职去北京嗰件事啊。Lisa， 开紧工啊！你等等先，有电话入。Maggie， 收工啦，记得今晚见啦。你屋企啊嘛 ，OK， 拜拜。Lisa， 今晚唔得啊，今晚开会啊，听晚啦，听晚我屋企，到时俾我 surprise 你，拜拜。做咩？瞓喺镜？唔
唔系啊。哇，系温莎书院啊！你知唔知啊？好多父母咧想自己嘅仔女入去读噶。系咩？我间母校咁劲嘅咩？吓，阿常乜你读书咁叻噶？万斜边啫，你咧边度毕业啊？我惊讲咗你都唔识，油麻地先果栏学校。个名几特别啊！老Sir， 你不是带我回你屋企啊？不是，我停车写个短信啫。我咁有钱啊，我就不当差啦。就算有钱啊，都不代表咩噶。况且最紧要咧系个人做得嘢，而且心地好。好多含住金锁匙出世嘅，都是二世祖嚟嘅。住呢度入边嘅二世祖咧，系我同学兼死党嚟嘅。我以前咧成日喺度玩嘅。Sorry 啊，我冇心底搵你同学噶。唔紧要，佢都听唔到。他二世祖去了英国啊。仲谂唔掂啊？烂嗰啲切咗佢，切多两遍，再打横切咪得咯。打横切？系你听佢两个噏乜咩打横切啫？连开七份，如果烂咗嗰啲，自己用咗咬佢咪得咯，打个切啦。点啊？谂掂未啊？妈咪啊，你又话烂嘅生果唔食得嘅？牛烂嗰只就唔食得，呢个系硬烂嘅，批准佢咪食得咯。系二仔，你有所不知啊。呢、這个温室蜜瓜是从日本坐飞机嚟话，千几蚊个啊！如果佢唔系硬烂咗少少，我老板唔会当啲下烂嘢啊，益我啊！一个二个硬系见新喐就唔见饭熟，等我中央分配你。小心把刀啊！大家唔使咁愁咯，你唔使皱晒眉啦。我皱眉唔系一个蜜瓜，我老细咧话佢亲戚个仔咧喺温莎村做档，我谂紧咧好唔好揾佢帮手，帮我起仔搭路啊！梗系好咯，老公，如果阿仔入到温莎，咁我哋就发达噶啦！喂喂喂，讲开又讲啊，原来我哋捞 Sir 咧都系温莎仔嚟噶，系咁你都帮手叫佢搭下路咯。都好啊，犀利妹，我请食大餐，今晚冇上限，餐厅任你拣。哎呀，我同佢唔系好熟噶咋。你啱啱调部门啊，梗系唔熟啦！你同佢查多几次案，咁啊 friend 底噶啦嘛。问到就问啦，唔好勉强啊。其实咁多名校，希仔又咁叻，唔担心嘅。话唔定第时我哋希仔啊，仲叻过姑姐嘅上司，唔系警务处长，都系总警司咧吓。Yes sir。不过妈咪想我做医生多啲喎。当差有咩毛啊？老Sir，咩环境啊？系个行山人士发现尸体嘅 ，call 咗法医同法证未 ？call 咗。老Sir，尸体喺度。阿死者林振龙，46岁，冇职业，有多次爆窃同埋殴斗案底。根据法医报告，死者身上有多处伤痕，死前应该是曾经同人发生过激烈打斗，而死者的胸口和腹部都有三个枪伤，而致命的就是胸口的两枪，估计死亡时间是两日前。不好意思，医生你继续。Yes sir。法证那边发现到在尸体的伤口度有一些不属于发现尸体现场环境的物质，不知道是什么呢，进一步再发现。那即是说发现尸体的地方很有可能不是第一案发现场。细妹，你即刻大学边？我哋呢单案要找大学帮手咩？上次曹教授问雷射枪报告有一栏填错咗，律政处嗰边话一定要更正翻。但系曹教授去北京，就算搭飞机都赶唔切噶。我叫你大学咧揾另一位教授，四个碌得啦，唔使搭飞机。仲有一七前要 send 翻律政处，收唔收到 ？Yes sir。Professor 真的很靓仔啊，最衰佢唔系教官啊。揾佢，佢啊佢啊。Professor King， 不好意思啊，佢而家做紧实验啊，你揾佢等多一阵啦。
姐迟到啫。哦，唔该。嗱，之前喺电话度提过噶啦，呢份报告咧有栏填错咗啊。麻烦你啊，更正翻同埋签翻个名啊。你介唔介意去 office 啊？我本来唔介意嘅，不过而家咧我赶时间啊，我要喺5点之前咧送翻去律政处啊，唔该你啊。前面嗰页冇错噶。我谂需要啲时间去睇。我知啊，但前面冇错嘅，错喺后边呢度啊。我明白。呢份報告雖然唔係我寫嘅，但由我更改，我點都要負責任。我必要睇曬成份報告。哦。喂 ，Lucia， 喺邊啊？仲喺大學啊？仲喺大學？律政處嗰邊催啊，快啲啦！唔係啊，嗰個副教授咧，仲喺度睇緊報告啊。佢姓咩㗎？叫我嚟聽。景博啊。景博。你等等啦。我上司卢天恒高级督察想同你倾倾啊。Hello， 点啊，景博同学？点啊，卢天恒高级督察。我 OK 啊，你系唔 OK 啦 ，Professor King， 翻嚟咁耐都唔揾我。今次翻得好急啊，谂住迟啲揾你食饭，几时得闲？你话咧？喂，你两个好熟噶？好多年冇见。诶，咁不如下次食饭倾啦吓。唔好意思啊 ，Lucia， 我好赶时间，而家4:33噶啦，我赶唔切噶啦，下次食饭倾啦，你哋吓，拜拜。唔好意思啊。Gordon, Kings, ah, Kenny 身边真系冇咩着数啊，靓仔教授。Supercop， 你啲风流韵事我都甘拜下风啦。唔好意思啊，今日我哋大厅俾人包咗场，要安排两位坐个吧台嗰边，会有少少嘈噶，唔介意啊嘛。不如，呢度一啲都冇变，毕业之后就冇嚟过。我最后嗰次同你嚟，应该系我出事之前。Kingston 都话阿 Sir 呢部 set 错嘢噶啦，电阻根本冇细到。系喎 ，Yes。一个人衰好过两个人死啊！喂，同学冇走，喂，你为咗咩？喂，冇走。就因为嗰个实验，女女俾人赶咗下。我喺温莎毕唔到业，你一样入大学读 BBA。我唔夠你勁，入埋劍橋獲獎無數，科學界嘅明日之星。你都唔差，重案組高級督察，點解明日之星？使乜講？總之我哋兩兄弟咧，一文一武，天下無敵。不過係咧，你喺 Cam 月數研究做得好地地，想無端端翻嚟嘅，唔係英國啲咩科學獎俾你立曬喎？我做研究生陣時候跟咗個 professor， 佢呢幾年翻香港教，想我幫佢手。你知啦，我媽咪最想點？同埋點啊？揾啲咩食啊？喂，午餐正喎，老闆啊，你個餐牌除咗價錢之外，真係十年如一日喎。我第一早提過你啦，呢個午餐嘅定價有問題噶嘛？有咩問題咧？午餐20元送熱飲，凍飲加1元。如果淨係一杯熱飲係12元，凍飲14元。而家我要一個午餐加熱飲，佢淨係要一杯凍飲，即係34元。但如果我哋夾埋一齊叫嘅話，我而家午餐改做凍飲，另外再加一杯熱飲。呢啲係33元，咁我哋咪慳1元咯。你哋睇清楚先講啊！凍檸茶，餐凍檸茶，跟餐嗰杯凍飲，比正常最少少咗200毫升，計上嚟應該我哋到時1元至真。你哋精我都唔會扮，計數叻同數口正係兩回事嚟噶。若果唔係嘅，我都唔會喺度做咗20多年都唔使執笠啦，同學仔。阿表哥，近排你画廊嘅生意都好啊，不过不失咁啦，叫做有笪地方等啲老友聚下脚咁啫嘛。哎呀，我哋一场亲戚啊，唔怕开门见山讲啦。嗱，我哋公司咧有个大客，佢一年啊帮我哋做几亿生意嘅。咁佢个仔咧就想话入你哋温莎书院啊。阿表嫂啊，你系校董兼埋校长，你开句声应该冇问题噶嗬。冇问题，不过你知啦，而家凡事都讲透明度噶嘛，
要公平、公開同埋公正嘅。我哋有家教會啦，又有校董會啦，佢個個都可以有份提意見同埋監察學校嘅運作嘅。我聽到你哋學校啊想翻新個泳池喎，我大下講啊，佢絕對唔介意捐錢嘅，就算七個位數字啊都冇問題嘅。不過其實入學呢樣嘢咧就交俾入學所決定嘅，我呢個校長都好少干預佢哋嘅運作嘅。不如咁啊，你俾個小朋友嘅資料俾我，我幫佢留意一下啦，好唔好？哎呀，好啊好啊，唔該曬你啊，唔使客氣，爹哋媽咪。食翻嚟啦！哎，呢个梗系 Kingsley 顶啦，咁大个仔啊，叫表叔表婶咧，表叔表婶。哎，你爹哋头先讲啊，佢话你咧翻咗嚟，而家喺大学做副教授，哎，真系叻仔啊！系啊，书香世代，即系书香世代啊，教个仔都叻过人嘅。过奖过奖。我哋都坐咗好耐啦，嗱，入学嘅事咧，一于拜托晒你咯。真系唔该晒你啊！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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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兩個表叔表嬸未見過嘅，疏到啊，連計數機都計唔埋。我都係見過佢哋一兩次啫嘛。頭先我真係唔認得佢哋，可能係白撞都唔出奇。年中淨係應酬，你咪親戚應酬唔少啊？咁即係證明你身份尊貴、有地位，啲人咪爭住嚟巴結你、擦你鞋咯。如果唔係睇住你份上啊，懶得理佢哋啊。啲生意人咧係咁俗氣噶啦。捐個泳池啊，想我收佢啊？如果係咁啊，我下起十個水立方都得啦。而家啲暴發户係咁噶啦。以為揾到個錢就可以學人哋扮上流社會，佢哋根本就唔明白 Blue Bud 嗰種氣質係發自內心噶嘛，用錢係包裝唔嚟噶嚇。嗱 ，Kingsley， 記住媽咪講啊嚇，我唔中意第日將來咧，我個新抱咧嚟自咁低俗嘅家庭㗎，會影響我哋個優良血統㗎，知唔知啊？做咩講講下講埋個答嘅？梗係啦，得你一粒仔咋，我唔緊張，你緊張邊個啊？你唔好學埋啲 cousin 咁啊，一個月個儲埋曬咁嘅明星啊、歌星啊，咁仲以為好光彩啊？其實我覺得職業唔係問題啊。最緊要兩個人相處得好啫，肚餓噶啦，上去換件衫，洗個面落嚟食飯嚇。哇，好少嚟呢邊大排檔啊！我同阿爸由細踎到大噶。喂，阿星，驚一招啊，即拉，是不是唔想攞啊？總區重案組，咩事啊 Sir？识唔识林振龙啊？啊，边个林振龙啊？同你一齐包夹，一齐赤柱踎嗰个啊，仲扮嘢？你怼冧佢噶？喂喂，你唔好乱咁讲啊，唔关我事啊，我早轮睇报纸先知噶咋。咁你知唔知我同咩人有仇口，同埋有冇争人钱啊？哦，咁我又唔知道。佢死之前咧，原本约咗我去澳门，就话收埋条波数，跟住 call 我，点不知影都冇埋。咁你知唔知佢喺边度，同咩人收数啊？上个星期三15号嘅晏昼，林振龙有冇揾过你啊？有。他嚟收數，我冇錢，咪叫他遲啲嚟過咯。咁跟住咧，跟住佢咪走咯。佢嚟收數啊，收唔到數咁順攤走，咁我冇錢冇計噶。隻手點整親噶？前日打爛隻杯戒親，有啲頸渴啦，整啖水飲得唔得啊？係啦。好，好啊。佢一入屋啊，成浸天拿水除，你游個油嚟咩？系啊，呢度咧好潮湿嘅，啲墙好容易发霉，所以耐唔中要铲过啲墙，游过啲油嘅。几时游噶？上个星期一。自己游啊？定系请人游啊？有冇买油个单啊？我自己游嘅，张单掉咗啦，因为佢啲油咧年头买嘅。我哋问得差唔多啦，喂，你醒起咩？再联络我哋啊，我哋走啊。好啊。你觉得佢手上面嘅伤口系咪打烂玻璃杯戒亲啊？我头先都特登试佢噶啦，佢针俾我哋嗰个水杯就的确系玻璃杯嚟噶。我覺得佢好有可疑。誒，所以話你真係查案講證據噶嘛，乜下下講覺得噶嘛 ？You know？ Yes sir。嗰度有樹我哋啊。係喎。咩事啊？我做三行嘅，呢排經濟唔好，咁咪冇公開啊。咁我老婆揾到幾份鐘點，咁我咪屋企湊女咯。我哋淨係想知案發當日你見到啲咩？我好記得嗰日4点钟啦，我喂完個女飲奶。佢等佢瞓埋，咁我就行出門口食支煙，差唔多點煙嘅時候聽到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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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聲。咁你知唔知係咩聲嚟㗎？我開頭咧，我覺得就係槍聲嘅，不過見冇事冇幹咯，唔理佢啦。我後屘睇新聞，見到人死咗，所以我好肯定嗰三下係槍聲嚟嘅。你之前有冇見過死者林振龍啊？佢嚟過好多次㗎啦，揾下對面牛精佬追數啊！啊，嗰條衰人啊，除咗打 band 嘈生曬之外咧，佢哋仲好中意賭波，都好大添啊！
咁你聽到槍聲嗰日，有冇見過死者林振龍？我暗個女瞓前半個鐘啦，我喺窗口望出去咧，有個男人行間屋嘅，咁係咪收數佬我唔肯定啦。七零妹，申請搜查令 ，PC， 高層佢哋 stand by。Yes sir。交人手啊 ！Yes sir。Yes, sir.我呢度，我个边都冇。细靓妹，你有冇发现啊？仲未啊？呢埲墙系咪油过油嚟啊？你哋咪问过咯，系啊。喂，你拆唔到嘢扯啦，嗰处有人夹 band 噶。老 Sir， 呢度有带好似血迹嘅物体。根据法政科的报告，在你家墙角市找到的血迹和死者林振龙的 DNA 吻合，另外墙身地板也都证实曾经用大量的漂白水清洗过，很明显你想毁尸灭迹。不是，我没有。你根本度度都不用漂白水洗，只是洗个厅。你根本一开始就讲大话，你手上的伤是跟死者争执的时候整亲的。我没有讲大话，我是手真的被玻璃戒亲，是跟他打架被玻璃杯戒亲的。那你真的承认曾经跟死者发生争执？那天他来收数，我话冇钱，佢喐手打我，我还手，我推佢埋墙，我自卫嘅啫。系咪自卫杀人？我哋查过就知道。我冇杀人，我净系推佢埋墙，拍亲个头，之后佢走咗，跟住我都冇见过佢啦。你讲大话，其实当时你同佢争执，你唔够佢打，所以拔支枪出嚟开三枪杀咗佢。我唔知你讲紧乜。有邻居听到你屋企传出三下枪声啦。虽然未揾到凶器，不过你有杀人动机，喺你屋企揾到属于死者嘅血迹，仲有证人听到枪声，已经够了。正式落案起诉你谋杀。喂，阿品，差唔多翻到屋企啦。咩话？有新证人？我即刻翻嚟啊！喂，点啊？咩环境啊 ？Lo Sir 喺房攞紧料。点解无端端有新证人嘅？你睇下，原来呢个马中强咧大有来头嘅，本身就系律师，曾经咧就系前律师会副主席，现任元朗区议员。他住在疑犯对面一座平房花园里。马议员，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这个时候才来报案？因为之前我去四川探访，刚刚才回来。我听村民说才知道张华超涉嫌谋杀被你拉了。案发当日我在家里，我都听不到枪声，所以我怀疑你是拉错了人。直到开始想喜欢我，到终于不喜欢我，直到碰上一个逃避一个最不想躲不过，直到开始找不到我，直到终于不想。想知奇案背后真相，即刻上 tvb.com 睇独家 A 资料啦！喺十号选收睇《白兔牌去宾李白演特约》，上海世博最滋味。官仔骨骨都算高大，我型唔差噶。咁对你有冇意思啊？要中意一个人咧，你睇夹唔夹嘅。我咧中意呢挺噶嘛。感情嘅嘢咧就唔可以下下咁理性，用 formula 去计嘅。我要考虑下研究感情问题嘅。我未有男朋友啊。我仲搵紧女朋友。佢系几靓仔嘅。